破如湍流，无从止息。御龙出鞘！ 水罐，哼，他恐怕不便现身。雨声总能让我感到平静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 本想用上好的灵烛制作顺水笛送给袁术，现在不知何时才能交给他。人如果连自己最亲的人都守护不了，还逞什么英雄？族长真是的，为什么偏偏选中袁术？擅自开启神盾，必将致使妖界大乱。 千年来的平衡也将被破坏，水行封界还有太多事没处理，不能抽身离开太久。雾山之中必定凶险，你要是害怕，可以留在这儿。